图片发自简书 APP， 又是一个不眠深夜，此刻他的深情正蔓延，等待着一个还未归来的深爱的人，多想给他一个深情的拥抱，让他感受他的温存。在墨家官道遇见他的这一年里，为了他，他写了很多诗。我一生中最爱的女子，羞涩的脸蛋，桃色的唇，那不敢凝看我的黑色的大眼睛，纤纤的手，在我烦忧的时候安抚我，她有清朗而爱娇的声音，温柔到消融了我的心。图片发自简书 APP， 思念是一把毒药，梦里都是她的倩影。图片发自简书 APP， 他想了很多很多要跟他说的话，哪诉说他们温柔而富裕的梦，哪怕是简单到为什么蔷薇有金色的花瓣，可是他的恋人却很少赴约，让他苦苦陷入一场单恋。这段期间，李白夜夜笙歌，踏遍了墨家官道，五 v 五模式，自由模式，只因想要找到他。图片发自简书 APP， 箫声夜夜诉说着他的心愿，走遍漫漫的天涯路望，断遥远的云和树，多少的往事堪种树，难忘你哀怨的眼睛和你那沉默的情，一唯一的纪念是手里的画像。李白轻抚画像中恋人惺忪的全发，即使他还没有收到他的回应，他也全然不顾的要找寻他。他不愿让风霜侵蚀他的亭亭玉立，成为他身边的守护伞，他要热烈的守护在一旁，直到他爱上他。图片发自简书 APP。